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第一届、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届所有贤士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要继续为各位来阐解开天九大菩萨啊，是九大菩萨的上圣心法。今天我们再来谈到药师佛，他的因果论。药师佛菩萨的因果论，因果论是非常恐怖又可怕。大家不愿意遇到因果论，可是因果却围绕在我们的身边，寸步不离。所以各位同修啊，三世因果经大家要念，三世因果，三世因果经太厉害了，屡报不爽。所以三世因果经，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都很坚守三世因果经，前生导人的债，今生一定会被导。啊，有的人问说：“师父啊，我的三世因果准不准？”我说：“很准呢。”他说：“从哪里看？”你最近不是被倒一条债，很大的债？那有啊，是啊，这个就是前生你倒人的债，这一生你就要还债，这是因果。所以我们这个信徒啊，老师这样很恐怖哎，能不能避开因果？逃不了。啊，前生所欠的债务，这一生一定要还。曾经在第二届上课，我问了一位台北女中的潘老师，她是国内数学专家，我问这个潘老师啊，请你算看看，这一生欠人五块钱不还，等到来生五百年后再来，你看这复利要多少？
那我回去我算一算，我下一次上课告诉你。啊，他来一直孜孜节节不敢跟我讲，他老师啊，现在五年500人复利。 本金带利息，啊，就有2亿，要欠2.5亿，要还2.5亿，所以500年前，你欠人家5块钱，这一生要还。 你就想尽办法，啊，你的护法要替你还这5块钱，结果算起来是复利的，这2.5倍，连本带利，一直滚下去，滚到现在2.5亿啊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。 那时候刚好善觉寺卓越法师，啊，他的弟子在台北，啊，他的儿子、女儿太太都到美国加州去定居。有一天，孩子俩拱起来，拿刀子要杀他的妈妈。 要杀他的妹妹，哦，很恐怖。他的老婆打电话回来给老公，老公呢，啊，就找到卓越法师，卓越法师找到我，他怎么办呢？这个怎么办？我说你先，啊，叫他的先生在。 善觉寺刚好在善觉寺，啊，叫他点香，祈祷药师佛、观世音菩萨慈悲，啊，阻止这一项报复的心态，啊，就问了我，啊，为什么这个孩子要杀他的妹妹和他的妈妈，啊，甚至回来。 也要一起杀他的爸爸，所以这事情就很恐怖的事情。啊，那就问我，我那查了，老祖开示说他在南北战争的时候，啊，他的全家都是一个团队的。 结果，这个团队没有被黑人杀死，但是他们有5个人被黑人杀死了，啊，所以5个人就很不甘愿，啊，一直等到几年前，在洛杉矶。 住家被他们5个人碰到了，所以5个人依附这个孩子的身上开始要报复，所以这位先生就急急忙忙来善觉寺求佛啊，为他解脱啊，老祖开示他。 要药师宝忏和梁皇宝忏，要做5天的法会来超度，啊，他才叫他儿子打电话回来，啊，他也告诉他们说你要回来，啊，妹妹要回来，妈妈回来，来善觉寺这里做梁皇宝忏。 才稳下来，就回来了。
到善觉寺啊，跪着拜拜忏啊，就暂时停下来了。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第一到十一届的贤士同修，因果律的报赏绝对跑不了。那么善觉寺这位信徒啊，先安定了，在善觉寺点灯，由卓伟法师带领的团队为他送福送啊金刚宝忏啊，所以他的孩子在大陆嘛，在美国这个灵就退掉了啊，他们就回来，孩子就回来了，回来好像没有事的样子，事实上身上皱五位，冤亲债主还是留在他的身上啊，来这里看我啊，我就告诉皱五位啊，你们有冤有仇早要了断，留到现在来啊，求王禅老祖佛啊为你们送梁皇宝忏，他家的人全家为你送梁皇宝忏啊，在善觉寺深坛啊，所以这五位就点头了，点头了就回去善觉寺开始深坛七天七夜梁皇宝忏，而且要老祖跟他估算要赔偿多少，这五位一个一个说，我们一个人要5亿美金，没有5亿美金，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所以五个人异口同声，美金5亿。啊，这个家人就很烦恼，善觉寺的师父也很烦恼，又问我说怎么办？我请示老祖，老祖就开了金砖5亿。一人5亿，一包，啊，在5个年位前来奉化给他们，才了了这一场的业报，恩怨情仇。所以当时在南北战争啊，这个事情混乱的天下，终于有一天还是要被找到，找到就不得了，连本带利都要算，所以送了美金5亿。啊，这个老板做台湾美金5亿。5万块钱也有问题了，所以老祖慈悲啊，为他啊化了金子啊，才原谅他们，然后孩子全家要在佛前拜
七天七夜，这个债才能还清哎，很恐怖啊！当时我要到现场火场去看，老子说你不要去，把法仪开出来就好，以免又碰到当时南北战争啊，这个有因果业报啊，一统的人啊，那灵界又会来找你啊，虽然你没有跟他们有什么业报，还是少不了啊，所以啊啊，这位先生和全家经过老祖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的加持，把五亿金子烧给他们，金子在烧的时候啊，金爪两个五个都同一个方向一直转一直转，转到大门出去了啊， N 也都跑到大门出去就领走了。哦，看起来很恐怖哎，在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报而不爽。所以各位同修啊，你们都是未来的人天师，还要传道授业，要啊传众生啊这个苦因，绝对不要让它发生，这样你今后开始就会很幸福很平安啊，来生就不必再有业报苦报的事情啊。听我啊，所以各位同修，你们都是人天师的化身啊，希望啊今后大家朝向因果论的议题来研究啊，所以善有善因，恶有恶因，也有恶报，善报也会来，而只是时间都未到。时间到了，你的善报都会来，会发达，会生财。啊，恶报到了，到时候无中生有的烦恼都会来。所以各位同学们啊，大家要牢牢记住啊，药师佛的因果论，虽然你们不是七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修行者开启蓝天者，但是我现在亲耳所听到的，在这里啊给各位做个简报，这是天下事，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，大家好好珍惜人生美好的岁月。啊，能够教化天下苍生啊，恶因恶果，善因善果善报啊，所以希望大家所带领的啊团队众生啊都能够得到好报，大家就幸福快乐了啦！祝福各位。学习台湾黎明，阳光星空妙地形。各位唯心圣教
一经大学一至十一届的贤士同修，回忆起民国七十一年壬戌年七月二十三，他到台东大武山岭天教穴开启蓝天的时候，九大菩萨坐在玉帝南天门座前，各自发表天下太平之道。而轮到药师佛，他出来讲话了，他讲因果论，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有因善因必有善报，恶因必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间未到而已。而试看世间那么多人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都有时恨死的人出现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有相互的倒债，相互的厮杀，各种恶劣的行为都是因果力的报应。所以药师佛很紧张地说，人既然有机会来出生为人，必有他多生的福报，余福没有花完，所以这一生才会出生为人而来修行，这是善报。所以各位同修，你们能够到世间上来，尤其能够做中文来这里修行，这都是善报。所以要是我很苦口婆心地说因果论，因果论，报而不爽啊。我听了之后就很注意因果业报了。说明这四十多年来我弘法利生，我最怕因果问题，所以老祖也告诉我说，你不要犯了因果，犯了因果一定会报，善报恶报都还不一定。所以老祖说和药师佛商量了，希望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，在社会上广结善缘，招收徒弟千万人，来在世间上弘法利生，勉励众生要往善因去做，不要往恶因去做，这样的话世间就会平静了啦。所以药师佛他的一席话感动了九大菩萨，纷纷都点头说，众生现在的恶因恶报太多了。王禅老祖他这恶因太多，他要重新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宗教来勉励众生能够及时回头，还万于未然。我听了老祖的一席话，我跟老祖说，你的因果论按药师佛的因果论我领受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绝对会依法修行，
依教奉行，而到圆满呐、啊。所以这四十多年来，我都从这个药师佛的因果论着手，又以王禅老祖的易经风水和宗教来指引众生，不要去犯到因果论，不要犯到恶报，也不要犯到恶因，所以也得到九大菩萨的护持。我一愿走来，从三元起家到今天，我们这么多的同修都是善因的菩萨啊，所以这一点呢，我就很安慰的向老祖禀报，向药师佛禀报，向开天菩萨、九大菩萨禀报，我一定遵循开天九大菩萨啊，在南天门玉帝座前啊所说的本愿，我一定会去努力的力行和实践，希望九大菩萨啊给我信心，给我智慧和给我力量，以达啊完美的人间佛净土啊。所以我在好多年前就写了一本阳宅风水学的书，大本的，上面的题词就清净人间佛世界，就从风水学作为基础。所以很多人他的业报一来了，他就住上啊这个房子不如法的房子，所以啊他就业报就会种了，又成长了，又要收获了，啊在那边轮回都是苦因和苦果啊。所以王禅老祖很慈悲地说啊，人生众生来世间确实很可怜，居住环境的不好，住家环境的不好啊，办公场所的不好，工厂风水学的不好，所以开始做事业都会失败，家庭不安，事业也做不好啊，所以王禅老祖才发愿啊，与我合一啊，发扬易经风水宗教的妙法，来给社会大众能够知路啊而修，知途而修，才能到达你的理想，才不会再种苦因啊！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圣教一到十一届的所有贤士同修，阿弥陀佛。在乙亥年十月十五日，就十月二十二日啊，就天公要出巡，有五大洲，现在五大洲天公有说，在今年十月
十五日农历十月十五，礼拜一，天公要回銮，要等来到仙佛寺大殿，要来长居在仙佛寺，凡事有求必应。啊，有求必应。好，那么要我写一个啊对联，在大殿佛祖的背后两边，我就写了啊，提了有求得为真，中间是佛啊，佛跟天公，有求必应，得为真。啊，甲辰天龙啊，又太平，啊，所以这个佛堂中间是佛，这天宫这边有求必应，得为真。啊，甲辰年，天龙又太平，甲辰，天龙又太平，这天公断，老子说天公降下来，有五大洲看到了，现在要回来仙佛寺，啊，我们的弥陀讲堂。还有维新圣殿、千佛禅堂、极乐殿，随时都有提供会在那边休息，就是要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啊！所以那一天同修，你们有时间的啊，十月十五农历。早上八点开始，啊，迎接天公回来，啊，有了，会台鸾教了，来报名参加台鸾教，有，啊，袁毅校长，他来全权来主持，啊，所以希望大家都有会种善因，一定。以后就会得善果，有病除病，啊，有灾难消灾祈福，有求必应，所以天龙护法都会降凡尘，降到长吉山仙佛寺，啊，这里的环境。优美幽静，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每场法会都在给各位求平安，有求必应，但是要以德为尊，道德要至上，你有求神才有用，否则的话求神无益啊。好多年前啊，我们要建设台中道场，我写一个木板，块木木板啊，提个佛字啊，以各位结缘啊，一块两千，一个板子两千块啊，当时呢
非常多的人响应呼应，明定大师他来看我一直在写啊，一直在收这个建设的款，明定法师害逃，我奇怪了，你们的信徒师兄师姐都这么的善良来护持，而我们的教文看到了很多善信大德，他们生活比较困难，要跟他们说化缘，他们说师父我很穷嘞，我很穷嘞，没有办法嘞，我很穷。明正法师点头，你很穷就让你穷，你很穷就让你穷。那么在仙佛寺所有的同修这么护持啊，你富有老祖提供诸佛会让你满愿，所以这个对联呢，我要写，老祖要我写，有求必应，得为真，有道德了就为先啊，甲辰天龙又太平，甲辰年啊，就是明年啊，会提供龙天护法，天龙会保佑各位太平，各位家庭健康，事业顺利，心想事成啊！这只老祖给我们机会，由善出发点，所以10月15你们护着回来贾阿姨来拜拜就好了，你们不要花钱，这一次我没有向你们要化缘，只要你们回来贾平安，未来你们就会种善因了啦。我来为全民祈福，为全民来求平安啊，求发财，求事业的顺利啊，这一点老祖的慈悲，药师佛的慈悲，希望大家能理解老祖的大慈大悲本意啊啊，所以10月15可以回来的就回来，没有办法回来的，你们的向东方啊祈祷祝福啊，南天33天王啊，玉皇大帝啊，光降维新圣教，禅机山仙佛寺啊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啊，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1至11届所有贤士同修，阿弥陀佛。很快的又要过年了，明年是甲辰年，甲辰明年属兔的冲太岁，一定要很小心。四爻戌啊的也是冲太岁啊，身体一定要小心啊，凡事多去
检查也无妨。啊，明人甲辰人续命黄失财啊，和官徽一定要小心啊，不要随便跟人做保啊，向人借钱也要给人家有一个依据，不要到时候用我灰，这样都已经种下了恶因，和恶的果一定会来。啊，身体要注意，啊，明年蠢畜松，胃肠会很不好。过去几年来，我印证了人的微细分子太小了，经不起太阳系九大行星轨迹的运行来干扰，而伤了我们的身体，所以身体一定要很小心啊，多去医院检查。像我们班长林国义讲师，他每年都全家到台中龙总全身检查，求一个安心。这个也是我们预防太岁冲、太岁行、冲不命和行本命，冲本命、行本命的人，明年一定要特别小心。冲本命，冲本命啊，投资小心，替人做保，做保也要小心。啊，外出远行，也要小心。所以明年的冲很厉害，明年的龙年啊，与本命属龙要小心形势，比下会碰到吃亏的，力不从心，这力不从心力不从心，所以要知道这个原则啊，你就会防患未然，不要让它有所生，有所生的话，
你就换到因果有所生。啊，有所生就会换到因果，所以凡事小心为重，我们就不会换因果，有了善因才有善报，你恶因必有恶报。大部分善因善报的你会没有感觉，因为我们累劫以来做人处事啊，都是犯了因果的恶因，即使没有得到恶报，就是前生和这一生的善事做够了啊，足足有余，所以才不会得到恶业恶报。这个是药师佛所提示的，也是王禅老祖与开天九大菩萨所关怀大家的啊。所以我今天特别这个借这个因果因缘跟各位说明，明年甲辰年啊，吉凶祸福啊。有人问我说，师父啊，明年是甲辰年，我要大赚钱好不好？都好，没有罪过，但是你要赚得好，否则的话你会赔了功德啊，这个要小心。所以今天呢啊，借着大家上课的时间和天下事啊的时间，是天下人也是我们所有唯心贤士都在天下啊，共体天命，共享佛恩啊，以求诸事顺利，诸事平安啊。今天课程到这里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